该怎么初次约会，实在极费思量。起初先推我两次，错我气焰都正常。在约便说好，以礼数换你奖赏。找一间小店吃饭，浪漫大戏开场，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，提及理想，吃到是应声，静静话言意打烊。饭后未倦吗？跟我逛逛，再送你归家。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，纯灵魂对话。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，错过了你我的家。能像个书生错约。